始。有狗狗。有新的。来。饿啊。肉。刚才你在做一些。还挖钻石，我的天。能挖到他们哦。我啦。哇哦。这样很好啊。我要青金石啊。哦。不就是这样？平常都挖不到，我这个时候挖的特别快。挖得到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好了？回来。怎么了？那个，好接。又是一库钻石，我要青金石。好，烧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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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拿小钻石。我表示你们这群浪费的人。我都还没看到钻石。哎、欸，我刚把羽毛放进去。啊，不行，掉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嗯，什么断了？什么东西？那把小礼物的。哦，你没多带几把下去哦。哇，你挖到断哦。我挖断了三根，好吗？对啊，铁镐一样。哦，我看到 ID 了吗？那是对。哎、欸。哎呦，痛痛痛！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踩到岩浆边边。小心一点。然后他们，我刚刚好像有人在地上。你怎么还在受伤？烧到了吗？哇！哇！你会不会死掉、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吃金苹果。吃金苹果，还有很多，还小心。这样子。先。我看到好像绿队在下面。绿队哦。对，那个 ID 很长，我不知道是酱油还是巧克力。ID 很长，应该是酱油。大家 ID 都不知道长几点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又有一只狼哎、欸，有一只狼。我把这给你。哪一队啊？他怎么给我？等我一下。狼在你右边，我丢了，请自行收服。哦，可能在那边，可能在那边。看到了，哎、欸，还蛮近的。嗯，在哪里啊？那个啊，这边。钻石十四颗。啊？看、啊、你们要做两件裤子。哎、欸，有发光哎、欸。对啊，团团。团团啊。团团、啊。欸、所以那边是酱油他们咯，酱油跟音乐咯。好，我们先丢个经验呗。欸，杰瑞斯先给你。可是我没有金银石啊，没关系啊。掉一票下来。他们是不是在造空投啊？没有啊，在那个啊，杨也在造啊。对对对。又有巧克力，他们在那边，那个位置。Okay. 哦，有西瓜啦。他们可能只有两个人了、啊，因为刚一个人。我知道啊。都差不多的东西耶，这个。哇。我看到人了、啊。看到人，那个蓝队的，刚刚团团那个方向。哦。他们应该都在地表上。没有清点。哇，空投不会掉青金石，痛爆！你只有一堆经验瓶，啊，要再下去吗？再下去，不然我们就移至地底下，地下路。哦，不对了，我们书柜放了。哈，真的。你在干嘛？嗯，我在做那个啊，做好做满，做好做满。最缺的居然是鸡，哎，大发光哦，大发光。我直接做钻石装吗？做，他们可能要过来了。他们过来是？那我上去来了、哦。那我上去了。他们往这边靠近了。哇，没有岩浆哎、欸，他们哪来了？嗯，他们来了。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拍谁拍谁。很烂，满满的箱子的地板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哎、欸，谁啊？那个，交换一下，给你穿。包包你穿，包包你穿。赶快穿，赶快穿。我继续丢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有剑。你剑石够吗？我有很多。哇，这个很那个。哇，超级不能动的了。
你昨天会发光吗？都是普通的。他们在射吗？还是你们在射？我在射，我在射，我在射。啊，他们有在射吗？他们在用空投。哎，苹果。小雨快死了，所以其实可以打一波。我强力士啊。哦。嗯，他那把卡九八强力士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们走啊。等一下，往前了，往前了，往前。小心。往前射，你们往前，你们往前，你们往前。哇，繁星！他帮你们破盾，你们射，他们帮繁星帮你们破盾。我来了，等一下。他没有攻。哇，我被打。哇，狗，哇，我死掉了。谁家的狗狗在打我？小雨摔死，好。啊、小雨摔死了。那阿西，让你怎么死掉了？我那个我团团拿个弓在旁边，没注意到。加油！哎、欸，狗狗其实死的差不多了。哇，他们苹果好多哦。哇、啊，我们去绿队那边了。OK， 让我们去找绿队他们。哎呦，绿队有在打他们，我被狼杀死了、哦。狼太猛了吧？这谁家的狼？那个团团，我去看一下那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。小心一点，哦、那个哇，繁星有喵花，喵花靠近那你那边哦，喵花跟你同个地方，对，那边。哎、欸，其实想发亮啊，也不用讲。那团团的狗。哎、欸，不是那喵花，喵花的狗，喵花的狗吧？的狗小心喵花的狗一堆在他身旁瞬移，超可怕的。哦欸、我拉走，我把喵哈狗拉走，你打。不行，团团拿着那个弓，小心小心，两把哦，哈基在瞄奴。你们金苹果够不够啊？金苹果身上很多，很难捡。小心。你在射吗？我后面还有狼，我两边有，我在看。这狼是谁的、啊？那是你的。不然把你后面捞了，有捞。上面有捞一个，谁？他谁？哈基，哈基残血，剩五滴。哎 ，Jerry， 没事。那波波，你的装有被他们吸走吗？应该有吧，我看不知道是谁吸的。就是团团跟着你哦。哎，团团，繁星后面。哇，繁星。右边团团哦，右边喵哈啦，讲错了。哇，他们三个好散哦，他们三个超散的。左边，好，可以。先抓掉那一只。哇，他们离很远啊！哇！他拿稿子，拿稿子，跑很快，拿稿子。啊，对，拿稿子。他在瞄你哦。小心！啊！小心狼！Jerry。没事。繁星，小心哦，分开哦。繁星后面有绿队在射你，后面有绿队。没办法、啊，哇，是被巧克力收头。我先绕。看一下。哦，他们在追我。拉他去旁边。有上面那个跟绿队打起来了，你先不要过去。没有，我在绕，我因为他们在，另外两个人在追我。这样可以。巧克力没看你哦，巧克力哦，嗯，转了。巧克力要来了，你后面有边界，小心哦。你跑就对了。好，先跑。你跑就对了。好恶心哦。拿稿子跑。哎、欸，有人想摸你一下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我知道。小心后面有人。哎、欸，喵花。还有一个团团，把他带去团团那边。对。啊，你不要在中间。快跑！杰瑞，快跑！有后我去找团团了。哦，这个。快点，你边缘，对。哦，谁死掉了？你一定要打了，你一定要打了。第二名，我们第二名，可以。可以，第二名。你不是有岩浆吗？你有岩浆吗？我在护咬，哇！杰瑞刚那个超漂亮。对啊，好猛哦！绕很久了，没有金苹果了。可惜。
哎呦，刚刚是谁家的狗？喵哈的、啊，喵很的，喵哈的，喵一堆。下去吧，超可怕的，走啊！下去拿。冰糖饮，糖饮，我也是。他真的是杀点就要变成最霸气了。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狂复活，然后蓝队来，对，我们旁边就打起，还被偷射了一下，哈哈，就是被追杀的，说赶快把带过去，带过去，射两箭，赶快跑，射两箭，赶快跑。我问你们，刚刚是你们谁一堆狗，我刚不知道射到谁，然后就看到一团狗朝我冲过来，应该哈基，应该是哈基的狗，我杀死哈基的狗就像发疯一样，发疯了，然后我还以为我被食人鱼咬嘞。好可怕、啊！那你们两队也都弄到附魔吗？我们的附魔在边上，完队了。后来有弄出一个来不及附了，来不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整队没有附。我们啊，有了，我有瞄，团团有啊，少数。我有，团团有附到一点。我们一开始挖了钻石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哇，来弄附魔，弄附魔，十个附魔台，那十个那书柜要附魔要附魔，哎，青金石呢？就是没有青金石。第二次的时候，现在才发现，哎、欸，青金石没有，我赶快再过去挖。好悠闲的感觉。原来下面是巧克力呀、啊！我刚刚原来地下的看到是你呀、啊。对，就是赶快辞职下去，差点摔死。就像是上次那雨夜那种大洞，超可怕。直接挖两个摔死的。哇，好棒气哦！哇，好多、哦，超多，好美哦！超多、哦，哇，刚逛丢。这个鸡好美哦，对吧、啊？好美哦，好美，螺旋呢？哎，怎么？没有超级空投哎、欸，我天哪、啊！对啊，空投的几率变调低了，是不是？调好低、啊。这次空投有是不是没有攻了？有啊，有啊，我刚有啊，有有一个强势的，好，有一个强势的，我们运气不好啊，好啊。都没来到，也没有、啊。那请问第一个抽到那个自定箱的是谁啊？杰瑞吧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、我们这边有抽到红色斧头是吗？不是，哈基。红色斧头，西瓜香，西瓜香。红色斧头是那件就有。西瓜香我、欸、没有。红色斧头我一个都没有抽到。但是我忘了。我抽到好多个呢、欸。西瓜我们拿了很多个哎、欸，我们这一堆。超多。我们西瓜拿了超多一堆。嗯，哈基好多。我说哈基好多西瓜香。哎呀，哎、欸，你们有人是有人一开始据点就在这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哇，也太幸运了吧！我们都在树上，超幸运的，你们都不用跑街。我们在那边狂丢，我们要从这边往地底挖、欸，哎。哦，就中心点这边啊，中心点啊，你说我们在这里啊，中心点了，对啊，现在我们在这边啊，你们为什么箱子都没有回收？箱子可以拿继续做空投啊，对，箱子够多了，我们做对箱子狂丢，应该前面也是都是收回收啦，这里的是刚刚丢，刚刚丢的，这边是刚丢的，刚丢，一开始这里就好，没有，一开始有蛮多的，已经开战了，已经开战了，因为那个啊，开箱也会开到那个木头，我们就整体要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收了，不收，人家说是有钱人。太多了啦，就是有用的东西在哪裡？对对对，有用再拿就好。我怎么开始卡？没有，好香香。对啊，为什么都沒有、啊？这已经好累个了，卡了，太多东西了，太多了。这个地上太多东西，Lady Gaga。Lady Gaga， 因为这边有一大堆大家的掉落物啊，我这边。对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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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卡到爆炸。不过刚真的差点被你们那个箭矢乱箭射死。我们就各种乱跑、啊，附魔，各种乱跑。哎，打起来之后，那个箭矢真的超可怕的。还好，还好有附到那个防弹室，所以还没死。怕爆哇！好，哎、欸，那个弓是不能走、欸，哎，你是只能站在那边射、欸，哎，完全动。哦，真的，对啊，他是扣零点五，那个超痛的、欸，我被射一箭差点就死。对啊，就我就不知道后面射到谁，然后那狗就发疯一样冲上来养。大家都有养狗啊，大家都是被狗发疯。大家都有养狗，八只狗，一堆八只狗，狗狗太容易了。对啊，狗一堆蛋。哎、欸，我从来一颗狗蛋都没有、欸。哎，狗蛋都没有，一个狗蛋。一个狗蛋都沒有，酱油完全没有狗蛋。这场好怒哦、喔！生气吗？与狗无缘，与狗对，与狗。而且酱油各种缺，他还说什么我没有铁装，我没有铁，我想说我们抽到一堆铁。我跟你讲，他每一堆铁的时候，我身上只有四个铁。为什么、啊？他唯一好运就是他最早抽到那黑曜石稿而已。哦、oh. 。
可以跑很快、我们前面还有一段时间在玩那个，然后过没多久我们也都有了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直接丢掉了，丢掉了。怎么这么黑？是非洲人，我真的是非洲人。你不需要狗蛋，你家有最棒的狗狗了。对，欸、你有一只叫最棒的。你是说那个有时候动不动就会咬垃圾桶来找我，顺便咬我的那一只吗？那个对对对对，关心你的那只。哇，我们的狗狗都不会咬主人啊！你的是在下面吗？是在干嘛？有时候咬会很开心的哦，然后边咬尾巴边咬。鱼人你在喷什么？就喷你在喷什么？对，怎么会喷？哇，怎么会喷？怎么会喷？跟你一起休息，不要再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不要跟他一起喷。休息了，休息，休息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哦，发现我今天没有按到录制，快点接力，接力，接力！啊，大事不是，今天没办法。再就哎，好啦，今天那一块就开到这边啦。那待会 FB 会请小秘书去帮我做一个试调，硬调而不是试调，就是因为我的夹子，我的夹子因为其实那时候台北厂就卖，已经快卖光了，所以那时候到了高雄厂只剩下一点点。啊，很多人就在问说有没有在加印还是什么的啊？我会加印啊，只是我要先做个印调。啊靠！抠逼啊！对，我要做个印调，然后就是看印调多少。如果像这次印调是50个人说想买，然后可能就是印个60个，哎。那实际买几个就反正就之后摆着慢慢卖嘛，对吧、啊？因为真的很多很多人在问我那个繁星夹子还会再出吗？这样子，所以就扎西呀，干吵死了！干嘛、啊？痛啥？音量关掉，气死！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、啊，用这个好了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我是繁星，我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，等一下就是继续魔物猎人。呵，现在在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他测试测试，好好好，对，测试1.15的那个爆炸有没有很顺很顺？对对对对，哦，对啊，他不是说那个吗？把伺服器优化好，越来越多哎，这是明实为测试，哇，岩浆流下来了，就是你靠近就会有 TNT 哦，名为测试实为发泄啊，好帅哦，那个哎，哈基是很猛啊，你说哈基很帅吗？哈基很猛，很猛，大家都知道。哈基很猛，哈基很猛啊！哈基很猛，你怎么感受到很猛？感受到哈基的猛，就很就很会炸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开始对。K K K， 还是他哪方面的表情让你觉得猛？哦，这不好说。哪方面的？哎，果然有关系。什么东西？好，发现这边没补干净，岩浆灌进去了。哇，这个是这个没有，那是我打掉的。哦，好，哦，这是基岩。就你，哎，基岩的它那个造型有变哦，长不一样。没有，它材质有改。哦，它很多材质都改过，1.1，它是颜色都变比较浅一点。它现在是慢慢在炸吗？还是？对，还在没有，还在，啊、还没炸，就是一直在炸，只、哦、是。在运算就会比较卡，伺服器来不及跑，对，伺服器那个、哦、太它就是让你本身还算是顺的，不会是像之前那样，嗯，可是它运算还是会很久的。哎、欸，我一直卡在下面，我起不来，卡在下面了。呜呜呜！我一下上一下一下下的，不知道在干嘛。
上下下。嘣！这个炸不完了，炸不完了，真炸不完，太多了。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感谢啦，休息啦，休息。哎，是不是又满啦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们排挤了节操，只为了你。屁呀、啊！骗你刷大龄鳗鱼，杰超说他要刷大龄鳗鱼啊，他一直说他昨天之前都是打那个、啊、暴鳞龙、欸。我也缺力战暴鳞啊，我想要打力战暴鳞。对啊，我等下去瘴气挖骨头，我就需要去打。哦，加油！那大龄鳗鱼活动什么时候啊？应该是万福祭才会有的吧，我也不确定，有可能。你们先打，我要去洗澡。好哟，我有什么啦？好不容易才排挤节操，你现在要排挤他，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很伤心。你们可以三个人打，仍然排挤节操。可以，都排挤。那怎么办？我仙人掌，仙人掌。什么？你仙人掌？没有，他们在打药。大，你说大只的、哦？大只。哦，我还没说。啊，你在讲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我们遇到大仙人掌就这样。哦。两个在刷咬鱼的上位。怎么可怜，在打上位咬鱼？对，缺大虚哦，你懂个毛线、啊？我懂啊，我当然懂啊，我也去打过他，好吗？怎么会不懂？想不到你也是过来的。那难呢？龙脉，都会缺过的。咬鱼的龙脉石。哇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力战啊！战咬鱼，以后刷咬鱼一定要装那个什么凿肚珠，快崩了。对啊，那个在水里一起装很烦。还有猫的什么剥皮术、解体、解体术、大鱼小啊，来啦！好，他们还在咬鱼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好、哦，快出来了！还只能两人的咬鱼哦。是，对啊，他是两人限定啊，排谁啊？啊，现在排挤我了，算了，难怪会排挤节操。是连江江都排挤了呢。如排挤不如重排挤。是，都排。祝你们幸福。有，我们很幸福，我们拿了一堆咬鱼的须啊，好爽、啊！所以大家先打什么？他们他要说要打那个萤火，不然先打、啊。可是江江又跑不见了、啊。我有别的啊。虽然不是五个奖励的、啊，我有四个奖励的恐暴龙。嗯，嗯，这个哼是怎样？嗯，哼，思考一下，然后回应。哼，许家杰，哇操，没有暴怒啦，刚刚不是暴怒啦，刚刚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那个什么结尾。准备讲出去就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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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哦，出来了。不要怕，我有咬鱼可以打了。多重咬鱼。哎、欸，这次还是四个人的，你看。这么贴心吗？啊，那不然陪我打一只钢龙好了，我需要钢龙的脚。打，
一般的钢龙就好。钢龙的须，不要太高。钢龙的须也是可以，它愿意掉的话，拔下来的须嘛，那可以。我有三斤两个。我看一下我的钢龙。三斤两，我看一下我的钢龙是在是在古代书还是龙结晶？拜托，请你在龙结晶，龙结晶是。我在龙结晶头很痛。搞毛、哦？为什么？你干嘛？你魔物又卡了？开完麦块之后都变这样哎、欸，还是麦块太顺了？玩这个是正常卡？有可能哦，麦块这么顺。嗯。哇！金眼珠插好啊！队友还有新眼珠的问题，什么新眼珠？垃圾龙，我拿散弹。我看你刚刚就拿无双刀那边散弹，散弹现在就换成侧甲，带草不补。哎，干嘛啦？耍小孩子气耶？对呀、啊，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你说射死几 ？HTT 啊？哇、啊！我拍吉他，他不爽了。我们都这样互结心结的。是。嗯。好，随便吃啊！探索好天气。来。拜。我其实要插新眼珠，不然我笛子敲不进去。原来要插新眼珠的是你呀、啊！看，在吵，我换重棍。等我一下。我也在做我的重棍呢。啊？我也在做重棍的啦。哦，我做。反正猎虫就是养一堆那个什么威力打威力打击啊，就是各种属性的、啊，然后就养一堆属性就对了。古种属性啊，龙水冰虫猎人笔记。我把其他的虫卖掉，好占位置。我以前怎么做那么多怪虫？怕嘞！是没瓦库。那个什么切断虫是用威力切断吗？还是速度切断？我是用，我看一下，我是速度切断吧。好，速度切断虫三速攻对吧？速度切断三速攻，对啊。好，学屁啊！干嘛啦？模仿一下而已，小气巴拉的。啊，速愈为什么不做？是很废是不是？哪一个虫啊？也是速度型切断虫三速愈。你要看他力量高不高啊？力量不高，真的打不痛啊。哦、真的、欸，他力量level 六而已。对啊。那一定养都不行、啊。那干嘛不做那个威力型打击虫急攻那个攻力量二十？
你可以做那个啊，可是速度太慢啊。对啊。哦。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是要追，就边追边打他屁股，就是狂戳他屁股，看会戳断尾啊。昨天就真的有戳断尾过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懂了。看你啦，你喜欢高攻击的就做那个、啊，我是追击型的就做这个。多打几下也是很重要的。我想想，打一下等于是你打三下也可以啊。是。好，最后发现是四个人都在站远远那边打，然后龙跑来跑去。对。我们可以站一直排啊，我们不要站闪。不是，他龙会追谁？就追我这边的人而已啊，又不会追虫子。对啊，那、啊、这样我们就不用跑了，我们就全部无动于衷站在那边打。捡石头，什么是飞这边？我帮你们吃爆头巾，不要怕。可以，抱起来。我不会香菇又跑掉了吧？不要哦！哎、欸，我根本没香菇啊。这位置，我猜。来，你们先打，我回去拿。好，往那边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就穿不动衣装啊。更变道具。No！ No！哎，我来了。咪咪，干嘛？搞你屁事！哦吼吼，嗨！哈哈哈！哎呦！来了！小姐姐，中暑。小姐姐，喂，小姐姐在干什么？啊，小姐姐在干什么？小姐姐，没有没有，你找姐姐。哦，好多事。找姐姐，快点！找姐姐，快点！爸爸嘞？爸爸嘞？刚开，开一个罐子，然后敲到大拇指的那个指甲跟肉的接缝处。哦，好痛哦！流血，一袋。一代喏，昨天也是、欸、出去工作，因为我穿凉鞋，我不知道踢到了什么，然后当下就是痛而已，可是后来就没什么感觉。回到家看那个小左脚的小拇指旁边那个什么无名指啊，左脚的小拇指，对，无名指，左脚的无名指，它一半的指甲已经断掉了，然后再流血。哇，你是中间一半还是两边一半？两边一半。哇，你是也太会踢了吧！它是裂中间断一半的一条线了，哇！另外一半已经剥掉了、哦，是洗澡完出来才发现的。我什么洗完澡出来那边还湿湿的，然后一看流血。Nice 还湿湿的。对 ，Nice 还湿湿的。没有啦！哇操！没有。湿哦。那我的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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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可以撞。我的本身被他推掉了。是可以啊。啊，好，给你。等一下。啊。卡住。Sorry。那等他下来吧，不然他到时候不下来。来来的，给你吧。啊，好，好吧，可以。
我们太可怕了，我标记他了，打他。好，打。嗯，他也不能断我，打尾巴干嘛？啊，可以断，他可以断我呀。哎、欸，他可以啊，很抱歉，可以断我呀。都拿锤子，所以看到什么都想说不能断我。啊，好飞的。完了！他不给我喝啦！那粉尘来了，再一个粉尘有没有？不像这样哦，好可怕！我在他头上叮叮叮完，然后又叮进那个风里。他还拖你的不动一中啊！对，他还拖了我的不动一中。从冲追上去，就现在死了。脚左，再继续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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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走。哈哈，你看光。我、哦、靠腰！你的翼龙吓到我了。哈哈。干嘛不要？欸、怎样？让你说，让你说。我要等结束后来开，我没想到你不开。没有啊，因为我相信我开不了啊。等一下，我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按到、哦。哎、欸，有，巨人！厉害吧？不是我按的。我按的啊。哎、欸，他下面我按的、啊，我的石头不见了、啊。我石头也没了、欸，我要去消了。哎、欸，有，第三个。同时按哦，这可以同时哦。啊，难怪距离比较远，可以。前面哦有青蛙、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再打一颗马上就差不多了吧？看来就是两个人一起按距离两倍远了，了解了。哎、欸，我不龙卷风，我在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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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建议大家都穿快吃啊，这样才有瞬补的感觉，我才会很优越。优越。这套有，这套没有啊，不好意思。我的天！我的天！有了。我救了，来。风在动，风在动，哦。虫虫你好棒！哎、欸，你那虫很猛哎、欸，你一个人转还把它断掉，掉吧？你那是打那个切割速度，切割速度就是攻击低一点啊，速度快一点的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感觉你那很屌哎、欸，竟然一个人断我哎、欸，我长枪还不一定能一个人断我。那比较好。嗯，没有比较好瞄，真的没有。比起长枪来说好好，哦，是啦。虫虫你好棒，今晚请你吃吃好料的。你刚说今晚的时候还笑了一跳。嗯，干嘛？你想吃卤肉饭加蛋？没事。请吃尖锐。啊，他挖宝玉现在不会举手了。啊，不会啊。对啊，我刚龙的宝玉刚没举手哎、欸。我有看到你举手了，有吗？对啊，因为是古龙大宝玉啊，所以我举手了。哦，大宝玉才有吧？没有，那个
那声音很明显啊，那个大声音很大。嘣！所以那个，那是古龙宝玉哦，我怎么那么响？哈！报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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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清洁开始，清洁操。还是你说心结操？心结、欸！我要钢脚，他给我三个古龙大宝玉啊！我天，我钢脚还缺一个。钢脚还是钢爪啊？哦，钢脚。我要钢脚。这个颜色。我要五个钢脚，他现在只给我一个。报应。哇！耶！虫虫你好乖。就来打萤火吧。好啊。更变。请大林麦玉自己离开。嗯，好。所以真的是刷那个很好刷，是不是？那不然晚点我们来刷。啊？等下打完萤火就来刷。刷什么？我说关台后。对啊。真假？可是关台后你都去睡了好吗？对，我不行，我突然想到我不行。你看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哎、欸，对，可以啊，我不行。是，我不行。金银可以啊，你们刷。你说银吗？对啊，银。银、哦，我怎么开始看金？银，银怕水哦。银水好，这样记就好了。好，对。不是吧？你干嘛？水银不好吗？水银吗？哦，也可以。那金，金怕什么？雷。怕虫子。水。导电啊，怕雷啊。啊，对啦，金很容易导电、啊，可以。我都不知道怎么清扫。不是吗？金不是个比较导电吗？是啦。不玩了。我不是理科的哦。啊，加一。我是资料处理科哦。我是可以在上课画画、玩小画家不会被骂的人哦。我是可以上课睡觉也不会被怎么样的人、哦。哇，你长得很安全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是可以不用去上课的人哦。上课睡觉不会被怎样的人。哇，那表示你长得很安全哦。他在表我。没有，我吃生命保险，我吃生命保险。干到底是什么？我吃。